可能夫妻，哈哈哈哈哈。哎，对对对，就是要这样子。那如果老师有需要的话，我们图档，其实我图档已经给那个谁，给君智了，可以去再去参考哈。来拉开以后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那这个如果就生科老师来讲，其实上面的灯具要让学生再去做的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可以搭配九年级，九年级我们是产品设计，有没有？就以这个当基底，跟资科老师合作，资科老师要负责层次，那生科老师就以这个为基底，上面怎么去设计灯具啊？那这个灯具是要回收的材质或者怎么样？这个有老师的专业，我就不多谈了。好，那把它拉开以后，它的秘密在这里啊，秘密在这里。所以等一下我们需要，这两边啊，注意哦，在那个 USB 头上面的这一边啊，那背后这里刚好做一个框，把它塞进去是刚好的。好，那这两侧要焊各三只脚位，所以在这里，来在这里要一二三三根，对不对？就是一个转一下它就开了哈，转一下就开了三根，好，那三根，好，三根转一下，那在哪边？这边是背面是底面哦，这边是底面哦，好，所以是正面，来正面在这里这三根。对，这边三根。那我们要先这个动作先做好，我们等一下才有办法怎样？才有办法再写程式，就先把线路把它接好哈。来啊，先等一下。好。好，几乎我盖贺哈。那这个把它焊接啊。那焊接部分，如果老师你有，因为我们时间很短。老师，你是专业的，你就去自己去焊。啊，你不是专业，你跟我讲，我帮你焊比较快，因为我们重点今天重点不是学焊接，好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来，那这样焊好了以后呢，到时候啊，我们就是把它塞到这里，塞到这里面去，就这样子。然后呢，热熔胶。